back with Jinzhao. Let's go. Talk to me. Click. Jinzhao, 你跟我说话呀。 你变不理我呀，我会怕的。嗯，是因为我把你变成了护生，怕你失忆，你气我了吗？对不起，你打我吧。哎呦！哈哈。嗯，金章，你老说我是笨蛋，可是护生的事，我觉得不是那么糟的。 如果我没把你变成我的护生，那我早就被带回来了，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了。那样的话，至少我是不开心的。She speaks the truth. 要不，你就当我是你的护生吧，<笑>保护你，听你的话，我愿意啊。那我去问祝宇有没有办法让我当你的护生。 金章，孤寒将带我们去寒水的时候，我还想，花开遍地，我们一定是要照顾你的，还是这么个命定？找了这么久的记忆，没想到这么突然的找到。 还是这么个结果，我以后要做什么？金章，看见什么了？我们和赵母王的人一起去了一马河，奇怪，没见到贤青。好了，金章，你不是不知道做什么吗？ 那我们就还是跟着你看见的东西走吧。嗯，也好，有点事情，心里可能就不会这么空。不管怎样，总比待在这儿好。在这儿，我算是什么玩意？你是金钊啊？我说错了吗？ 没事的，都会好的，没事的。我真是，有时还不如你这个傻瓜。我是谁？我是岳金昭。秦宇，无论我是谁，是什么人，你都会留在我身边吗？当然了。 就算我找不回过去的家人朋友，至少还有你在。我一直在啊。嗯？至少还有你。只要有你。你们在这里啊？石峰，今朝不难过了。<笑> 哦，Why is she crying?
Oh. Click, click, come on.那洛兄担心了，那就好。啊，对了，贤卿和明姑娘呢？贤卿说出去逛逛，明姑娘在里面，好像还在因为强行带来天晴之海而生气。月姑娘你，月姑娘之后要何去何从？可考虑好了？其当然要和我在一起。 可月姑娘是此地君上的女儿，虽然她给我的感觉很温暖，可我都没怎么见过她。由记忆开始，我就是和今朝在一起的。那个女王生气时很可怕，要是她不准你走的话，其实今朝留在这里也可以吧。在这儿，在那些海马看来，我算什么？ 既然如此，你们还是早点向祝宇说明去意才是。明早我们就去找祝宇谈判，然后马上离开。啊，那我要赶紧去找找，这有什么好吃的？就知道吃。此地住民似乎对我们没有敌意，我想大家小心些，到处去逛逛也无妨。 I thought Jinzhao would look around, but I guess not. Oh, the statue who I call in the wild. Are you okay? Oh no, are you having one of your... what did I call it? Anyway. It's so good. 看来这次也算是熬过了。哈哈，正巧，你也睡不着。是啊，夜半被门声惊醒，便再也无法入睡。我旧疾发作，没曾想吵到你了，抱歉。 我先回去休息了。身体并不异常，生命力却不断的流出体外。赵岩，你的旧疾似乎更类似于诅咒。He's telling you to tell him. 没什么的。诺伊，洛家发现水源与双子早逝，都是200年前的事。这两者间莫非有所关联？仙君兄。 心胸有心事，还是身体不适？何出此言？自封烟翼受伤以来，你似乎便一直嗜睡，是当日的伤势还没有痊愈吗？只是许久不曾置身妖界，有些感慨罢了。赵燕担心了。你我既是朋友，为朋友分担是理所当然之事。 如果有我能帮忙之处，还请尽管开口。
这样，我想吃海鲜。听闻海马。先请。常言何须如此紧张？此地是鱼族妖都，我知道你只是开玩笑，可也不必独生事端。赵岩，事事谨慎一丝不苟，虽非坏事，但你不累吗？这样快乐吗？我，贤卿，顾前辈说你已活了上千年，这千年来，你都快乐吗？韩江兄闲来爱与人谈论人生之事，你在雨青山不过住了数日，便被他荼毒了吗？我生而为洛昭言，是无可选择之事。不过，我至少可以选择如何生活。我想要认真地过完我这一生，努力地让世人记住洛昭言这个名字。我很快乐，我很快乐。贤卿，我大概做不了你几年朋友，但如方才所言，只要我还活着一日，你尽可以许我为你分忧解劳。不信。这是你自便，我回去休息了。多谢。My Ming, is he calling you? 赵岩。Nice sound check. 这次发作，我没有及时的回报平安。My Ming，你不会生气吧？实在是，天晴之海景色瑰丽，让我有些意眩神迷了。如此说来，这天晴之海真是个神奇所在。可惜我无法离开洛家，不能亲近。我画下来，带回去给你看。好。不过，你们此次一番辛苦，却得不到邪教的线索，你心不甘吗？南明，你可有什么思绪？思绪是有，但非你一人之力可以达成。Gosh, wait, John voice is always so low. My Ming does sound much more lower in this one. 洛家主，您没半夜召集我们，您是有什么要事吧？这位便是明姑娘吧？昭言行事有些急躁，还请不要见怪。方才是你说事不宜迟。听昭言说，镇武王正在烦恼如何寻找邪教总坛。若蒙不弃，南明有一想法。哦。听昭言所言，郑武蒙之前曾擒住几名邪教徒，威逼利诱他们屠戮总坛所在，但教徒被洗脑已久，拒不屠食。既然如此，不如利用他们的殉教之心，可先从各分坛分别请来数名教徒，关押数日，并让其知晓我们已经探到邪教总坛所在，近日就可围剿。然后故意让他们逃脱，其中如果有知道总坛位置的教徒，必然会赶回总坛报信，我们就可大致如此，有许多细节有待完善，相信也难不住几位。不过此计是否可堪一试，仍需各位定。我觉得试试也行，反正失败了也没什么。明姑娘一位呢？几位不是已有结论了吗？明秀先去休息了。无妨，小秀儿气的是我，你们不过是被迁怒罢了。夜已深，我就不奉陪了。我也害怕呢。
天他们在等我们了。你还真轻松啊。我要紧张吗？不用，你这样我才能定下心。Okay. These two too.一直没理我。君上，汝要带他离去，请君上城去。汝要随他去吗？嗯，你是我的娘亲，可是娘亲只是生了我的人，其他地方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不明白。据说因为娘亲是教养孩子长大的人，所以孩子要好好回报，可是你都没有教养过我啊。没有教养过那又怎样？你夺了我的母亲还有什么不满？从我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是和金昭在一起的，我一开始什么都不懂，也都是金昭教我的，没有他我一个人什么都不行。就算你是我的娘亲，我也想和金昭在一起。汝心意已决。如果齐想留在你身边，我不会勉强的，但是他没这个意思，那我就一定要带他走。尔等离开吧。多谢。走吧。我以后还能来找你吗？天晴之海不时移动，但汝持有无知性命，不难感知无知所在。那我先走了。树玄姑娘，我走了。 You know, so Qi and Shuren, they're like sisters, and then if Shuren is married to Shuhuan, no, sorry. I'm just saying, Shuhuan and Jinzhao will be like brother-in-laws. What's gonna happen now? Jinzhao, 我斗胆问一句，林渊将军此前去往屋檐村，意欲何为？None of your business.
天晴之海，何时容得尔等问罪？何统领，如果我没去无言村，他们两人已被贵部中误杀，你我合作也是出于无奈，有些事还是心照不宣吧。你放心，我们不会违背约定。既如此，我告辞了。She's mad. 何统领稍等，前清今次揭穿我的身份，听说之前扁统领被擒也和他有关，任由他继续留在其身边，不知还会有什么麻烦。宁渊将军机变了得，此次被岳金昭等撞破身份，竟以一个护生之说轻描淡写蒙混过去，如今将军想借刀杀人，我等不敢不从。他们收集龙晶还不知道想干什么，林渊早该把无言村毁了。丫头，杀气别那么重。君上，这次我在人界还听到一个传闻，西域昙华洛家有一智谋名唤热海，几天前负责监视御界书的族人也曾发现嬴许威前往西域方向，不过最后还是失去了他的踪影。在联系之前，扁洛环曾失陷洛家一事，横道众和洛家恐怕也有些关联。横当洛家热海。Oh, so many mixed feelings about this whole plot. Oh. Just gotta go with the flow. 也不知道余族会不会反悔放我们走。我们会离开这里。此事倒不必担心。妖族轻易不许诺，但一诺千金。日后我们尽可来此游赏。那太好了。那妖女似乎不乐于见到你呢。没关系，他也不喜欢我们啊。你别再安慰我了。好了，我们先回景外，之后有闲再来听晴之海吧。毕竟祝雨是月姑娘的母亲，啊，佳音。哦。I gotta fly. Hold on, to where?I hate this. Nope. Oops, not here, not here. Oh, this is like way in the beginning. Oh, it's loading up a little longer. Maybe this is the right place. Ooh, look at the egg. Yes! Should I stop here? Should I keep going?No, I think it's perfect to stop here because Jinzhao is not Sai anymore and we're out of Yuqi's home. Maybe it's a birth home. Oh, I can just go straight over there first. Where did I go to? Where am I? Oh, Jingan, okay. Ooh. The horse looks just about the right size.Maybe it's a little short. Oh, Jinzhao is just really tall. Okay. You know, some games just make things like too big sometimes or too small, you know? Like, the door seems perfect at the perfect height. Ooh, yeah, that looks about right. What? No! Oh, you again!No. Probably not the same. Probably different NPC. And then we're back at the Sunset Tribe. There was somebody who I tried to talk to, but it didn't work. Yeah, I'm sure this is used the same 3D models for all NPCs. Guess I'm going. Let's take a look and see what's happening. I like the water. Looks pretty nice. Ooh.
So I have to keep walking. I don't mind the walking anymore because now the soundtrack is sounding a little bit better. desert music, this usually makes me like tired. That's a good view. Yeah, I like that. Is Jinzhao still with us? Xinqing? This is a good thing. I don't know how to do it. 至少我们确认了龙晶跟无言村有关啊。几位，林秀不堪疲劳，想先去休息了。哦，林小姐再见。少君多礼了，我高攀不起。Suspicious, what's going on? 不便，无妨，让他先一个人安静一下。走吧。I like how Madge he stays. How long in Madge he stays, they go. Because everybody's too calm. Your name was? 几位辛苦了，官人。老夫会再加派人手前往搜查。左盟主，关于寻找邪教老巢一事，我等有一计，不可一世。快请说。邪教族自动带我前往邪教总坛，听起来确有可行之处。盟主如果要实行这一计，那最好让各地分舵一起释放教徒，这样即便中途出了差错，也可以从各地教徒的行进方向推测出总坛的大致位置。老夫稍后会和各位堂主详细讨论此事。对了，别吵架了，之前你托付的事老夫已让弟子们追查，只是还尚无发现。那件事，盟主不用再查了。Fine. What's up the silence? Yuqi, what's wrong? 好。哎。叶少侠今后有何事，尽可再找老夫帮忙。那我们就先告退。Oh, didn't foreshadow anything. Please don't foreshadow that she's gonna be in danger or whatever. How will she be in danger? Oh. Together forever. I'm just gonna press. Oh.Oh, this game's really sad, you guys. Imagine this, I've seen the ending. Cause, like in Chinese, I saw it in Chinese film, this just was not released at the time. Aww. This is where I stopped. How long ago did I see the assault on my dad that I saw the ending? I think when it was pretty much released, like I said, I was crazy about these games, and I just watched it a little bit. Okay.Alright,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 only played 12 hours. Maybe another 12 hours to finish the game. Okay, goodbye.